来哦，停哦，停哦，好停哦，没野鸭呢？等一会没水了，它会死掉。嗯，可以了。哦呦，直接抓鱼，啊！黑鱼哦，这条黑鱼很大哦，哇、哦，抓到一条黑鱼了，太棒了！能打野鱼？嗯，来。哎，打野鱼给你。啊，黑鱼。哦，哇，在里面。挺慢的，挺慢的，挺慢的，摆了不要个龙的，就摆了，嗯，哦，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红果子我按喽，喂乌龟呢，喂乌龟，这个东西啊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乌龟吃到吐的。拉乌龟反拿的哦，真的。哎呀，等下拿不上去，太多啊。哎，这沟这么深，等下拿不上去哦。哦哟，哦，哎呦，哼，我们这坑里面一个很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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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不上去，这次啊，这次怎么拿上去？上龙脊要花，要上去。好。哎，漏了。嗯。漏了，这个龙脊花了。我都说了太多了。两个买的。龙，停了要得，来，这没你撸，你撸。哎呀，我撸过土门了嘞。来，快打开嘞。抓大鱼哦，嗯，这爬罗非，爬，哦，抓大罗非呢？这门在讲，这个讲什么打的来了没？有没打成啊？哎，丢，抓大罗非，大罗非，大鲤鱼，小鲫鱼，这种罗非，哎，来抓大罗鱼。等下鲤鱼全部死了，刚才这里不是有一条大已经跑过去了，我已经拿过去了，那鲤鱼啊，小鲤鱼等下放到池塘里去，当然它了，它那眼睛里面，哦，哎，拿上去了，这个奶油也能弄，抽不来，哎。你抽不了的就拖着走啊！哦，鲫鱼，一条两条，都是啊，全掉下来了。嗯，能熬个刀走刀 ，OK， 鲫鱼，我鲫鱼，哎呦，嗯，鲤鱼，等下鲤鱼死掉了，那鲤鱼啊。鲤鱼最容易死了。鲤鱼，罗非就不管它了，因为罗非太泛滥了。等下罗非，反正它死不了。它，等下放水下来就行了。嗯。哦哟，真的是多的要命啊，小罗非啊！哼。不知道抓哪一条，现在鲤鱼。罗非，罗非，这种罗非看不上了。刚才在那边没有，哎，阿吉呀、啊，哎，不是，哎，阿尼。罗非啊，
刚才我在那边过来的时候，在那里有好几条蛮大的。鲫鱼啊？罗非还是鲫鱼，我也不懂。我踩上去有刺。我们先抓那边的吧。啊？抓那边。这边脚印太多了，抓就先抓这边的。埃及，这边泥太多了，等下那些埃及啊，什么，花鱼啊都拿不了。都是泥巴。你在动？你不动都不想抓你，想抓都也抓不了，想越气。这个是这条，我拿完喽。应该是差不多，那里就是太。哎呦，这条埃及。老飞。好好玩啊！哦哟。我看一下这摄像头，摄像头都是泥巴了。等一会看不清啊，你弄一下。那边是小屏幕。这个水仙。小屏幕你单手能接啊？哪？水仙哪里的？都蛮多的了。抓鲤鱼？不敢，你一踩进来，那水仙肯定陷下去的哇。这条呢？我把那个罐子好多啊！你怎么捞的这种啊？你怎么捞的这种啊？我体验一下，我摸鱼的快乐。鱼摊来。要用那个捞捞它，捞网捞。对哇，还老天跟刀嘴的过来。这是鲤鱼。哦，鲤鱼啊。鲤鱼。等下。放到这里来就行了。等下拿去那边池塘放哦。呀，刚才那个。小的。那个埃及呢？对，我来。我在这边，你眼神都好啊，真的是。抓到埃及了啊！喂，你又不是黑鱼哦，这条啊，黑鱼哦，这条黑鱼很大哦，我抓到一条黑鱼了，太棒了！你打野呀？哎。黑鱼。这样都能捞到黑鱼，眼神太好了。这里刚刚我们逛了半天。埃及哦，这里。埃及多的。泥太深了。来。小时候的感觉。哟这里这个坑还有啊，还有埃及啊。
nè cái thá ai chi ủi ủi ủi还有很多埃及的，躲在上面。花鱼，花鱼也有。花鱼。这边花鱼应该蛮大的。刚才抽的时候，我在上面那一段，看到一条，不懂是花鱼还是埃及，那尾巴一甩一甩的。哪一条跟哪一条了？现在抽又抽不干了，就这样哦，能抓到。 多少就算多少哦，是不是？啊，这种螺飞怎么没刺啊？啊，不是，我的刺怎么是这样啊？那哦，埃及又出来了，哎。